一直在录，是吗？对啊，我的也开始了。好了，你看，又在数吗？有。嗯，它是充电状态吗？我看不出来哎。电那边是三，电池是满格，我看到了。那电池是满格。LED 上电池是满格啊，对啊，啊，对，你让我把扣子扣好，对啊，我的第一格竟然掉了，不过第一格好像不是很重要。摸一下镜头，而且我刚一抬头发现一件事，它是有脚踩棒的。你看我这边，哦，你看我这边，放下来才行啊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放下来就好啊，放下来然后踩它，这样好不好？而且你刚好是右脚，你就踩一脚耶。对啊，踩上去啊。
滑呀滑，滑呀滑。我是在休息啊。为什么休息？啊？为什么休息？因为我刚刚比较用力啊。走啊走啊走啊！你要去滑松松吗？哪里？左边啊，一点点而已。右边的膝盖累了，我右边的膝盖累了，对。他其实肉做也可以，这样子。
颜值上升。但是其实我又只有刚刚觉得你眼睛不会很多。至少乗車駅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2時半了。2時半好吧。你就比大家早一点。早半小时。乗車駅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你怎么好傻住了？好靠啊，你去干嘛啦？我的棒棒戳了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想找到我了。我一定要那个啊，不然它就要凹了。啊，你就拿起来呀。对，我拿起来了，所以你就感受到了。推我一下，棒棒美。啊，这就可以了。下面有一根。一根棒棒。我刚是在这个上面有看到，我觉得是一副雪肌，甚至我靠的树袋。啊！补啊补！这样下下会不会就看不到？什么叫看不到？就是下面。哦，你说人家找不到了。嗯。哎，我不是说要放吗？啊？哦。可以，太高，脚抬不起。可以的。这样有没有好？有。因为就是觉得脚悬着很累啊。你要不要都放上来？我这样子不会用力。脚抬不起来。对啊，他们觉得我脚抬不起来，太重，就没力了。今天回去不知道会不会酸痛。我开始觉得要会了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越来越不用力啊。我越来越脚。我试各种姿势也在用力。我觉得紧急情况我才会用力，我怕摔死之类的才会用力。偷看一下，来转过来。哎呦，滿滿的你的腰酸，你的是荧幕上有看一下。加油！我教的狗好开心。没差。啊，倒站再一次。好了，不要小看绿线，也是会累的。对呀。那自己带的水到现在都没喝。嗯，而且现在喝应该太紧了，我不敢喝。嗯，我可以喝，但是我。我可能要再滑一两趟就会觉得渴了。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嗯，我
加了上面那个之后，上面很暖。现在只剩面罩下巴一点点的。所以我的紫色帽子没有戴，而且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。紫色帽子很方便啊。就问你啊，我几乎又怕忘记，是所有东西都凑一凑，全部放在一起。嗯。啊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收。而且裤还是等就是二月滑完一起洗一次就好了吧？这样。我觉得你紫色这一件是新买的还是很旧的？就第一件啊。啊？第一件啊。它已经，你只能在不冷的地方穿它了。因为我不觉得冷啊。真的吗？你的大腿热全都渗出来了。没有觉得冷，可是它被洗了就不洗了。不，洗了只是防水啊。一件事是防水，一件事是隔热。啊，不隔热的话就会一直冷。我的融化度没有你高啊。嗯，我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穿这件，我这是第二件哈。对啊。哦，我其他的裤脚，我那件很花哦，不过那件蛮厚的。嗯。那就先穿别的、啊。那你下次就要穿那个，下次二月。啊，我不知道哦，明天我绿色那件，我不确定那件顶不顶得住了。下面或上面，全艇可能是上面，两个人在地上抱在一起，摔倒在一起。你觉得啊，瓶子的水结冰是从中间结一块，还是从边边开始结？中间结一块。嗯，我觉得也是。它又不是一个冰碗。好、啊，我先拿起来喽。谢谢。来喽，头缩。嗯。好像震了一堆雪下来。等一下，先擦擦 GoPro。那就走左边吧。跟大腿的边的。大腿上侧啊。嗯。好多好多班还在那里讲话。怎么强迫把手放在后面？这是一班的，在做同一个 practice。我说现在正在滑行的这个。手架后面的同一班。刚刚小孩摔倒的那个是讲韩文吧？插镜头，对啊，嗯，好像只剩一滴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有，那你胸前都是血。那不用管它。好，可以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。
有一个洞。自己就觉得哦，好冷啊。跟他那个邻居一样。要带国围。嗯，我都带了。没有，那你没有抱在手上吗？没有啊。我没有要抓在口罩上，我把它接在一起就好了。即使认识，即使我这样让开，我没给他任何表示，他就没有前进。对啊。我毕业手势，他说哦，毕业，他没有前进这样。有些人就直接认识了就去了，我也是认识就去了。就是其实以逻辑来讲，你前进我也没有 delay， 所以我也没什么差这样。吃喝木斧的累。我刚刚就一直犹豫让那条路，不过他没有自己去。然后就甩了，滑的乱七八糟。哎，好。那我再回头看，我看到。不过这个女的的雪板哦，可能跟她比较身高一高，要滑多快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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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给你来了，很重，好了哈，很好啊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不用，用脚放松。哦，这种雪的大小，问题在于开车了。哦，那我们再来开车，你会看不清楚。会比较看不清楚，这时候就要很慢了。嗯、而且不要太天黑走，太危险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啦。那天吃什么？晚上还是要出来吃啊。不过你也可以跟餐厅点餐吃啊，因为它本来就对外营业。哎、欸，也可以啦。啊，也要吃旅馆。我是觉得雪下大就开啊，没什么差，就是更有理由开试试一下，而且晚上比白天好开。你等一下亲眼看就知道。我不是说看 YouTube 吗？他说白天雪大的话，上下左右都是白的，晚上简单一点，上是黑，下是白。上面是不是白白的？啊，左边要是雪再下多一点，左边看也是白的，右边也是白的，你就几乎看不到了。你都不知道路在哪。对啊，啊，晚上的话，晚上的话，地面被你车灯一照，白的，飘的白雪，白的，但是远远的地方黑的，所以会比白天好看一点，容易能见度好一点。好奇怪。就是前面都是黑黑的话，你就继续开；前面突然有白白的东西，你就要停下来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白天的话，你全都是白的，你只能慢慢开啊，要很近很近，可能三公尺、五公尺，你才看到有东西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因为你车灯开下去下场，哦，有件事说白天就要开灯，是给后面跟前面看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等一下上车提醒我，我刚刚差点忘了这件事。下雪的时候白天开车你要开着灯，那 auto 应该不会帮我开。对啊。不过我看着前面的车一直灯亮着，我大概会想起来说，要把灯打开，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他们也是各踩一只脚，是这样。好冷哦。嗯，你也只踩一只啊？对啊。另外一只脚不要。一只都是脚，二脚会踩，多脚能踩。嗯，现在下巴暖，头额头暖。嗯。好冷哦，全部都好冷。你看。我这边就没有你融化那么严重，就是血就盖在上面。就是我大腿吗？对，你大腿那个位置，它热都会露出来。你的内层也有穿的吧？有啊。嗯。我防水裤也有穿。嗯。变慢了。其实上面的人就负责，觉得下面有滚成一团，就把那个钮按下去就好了。再出来架嘎子哦。明天的雪道，我刚滑去那个交汇处那边啊，就开始有那种滑起来没声音的感觉，对啊，边那边，好的，裤管完全就是干干的，就大腿湿湿的。嗯，裤管可能松松的，没有手压在上面。我觉得是天变亮了。好像是太阳可能在雪之上挣扎一下，太阳可能正在放亮。我现在去看一下我，都是有点湿湿啊。我是说我要看我的口罩了。你上下都还好，下面可能有点放，我拍个手。拉一下。要拉了吗？你要拉，来，头转这边。好的。我清一下，很多水。那个熊的音乐还是有，就是到站了就唱歌了，是吗？你是说现在有车要进站了吗？车到站了，有那么巧？我刚刚看车到站了，是这样，他提醒站务人员。那里有一个人穿超短版，这个黑白深黑，是好像在溜冰一样的超短版，不知道啊。
土右边了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在上面停一下下，再插一次镜头。因为怎么擦都擦不完。打折又是咖喱。对呀、啊，走吧。Thank you.
要刷哪里？老板，你刷单记得放上车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？是。敲敲敲，然后放上去。对啊，哦，谢谢，是啊，刷单记得。哦，全部的东西。好，可以啊，有道理，不用买了，刷车应该不至于脏到哪去。来了，来了。啊，我忘了几趟了，我不知道，就两点半就对了。啊，现在是1:45。哦，1:45，那不就是三趟吗？哎，那个门，那个门，那个门有可以抓。抓有人乱弄脸票的，什么意思？那个门上面有个摄影头，那你感应过了就会有数，就会有 ID 嘛。ID 跟脸对不起来就直接抓。不用管啊，雪镜完全不，雪镜跟帽子都不一样。他只抓说这次跟上一次的人不一样就够了。对，他真的有这个功能吗？我觉得有，他上面有监视器。差点，重蹈覆辙。懂了懂了。上了我板子一下，我脚抽几片。来。嗯，好痛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现在就超级痛了。你撞到？我啊！这样可以吗？你要不要调前后？我现在这样不行吗？好痛！现在也不行啊，好痛！往前放呢？脚底板往前后，往后放。真的好痛哦！哎呀，我是怎么了？前放还是后放好？嗯。小雪又变小了。一同样一首歌也停不了。我要45，可能这一次坐上去就变50G了，所以可能只剩两趟。是吗？你不是这个来回15？对啊，那个15是从下缆车开始算，不是从现在上去这一次要算。对啊。所以有一个尾数，可能两次就可以了啦。然后还要你要再等一班车下去。在滑翔车休息，我今天脚真的很痛。就是坐缆车是我最痛，滑都还好，但是坐缆车我很痛苦，不知道怎么了，超没有办法负重。哇，一点点水，雪变少了，好冷。开始进入练习，我在一直在练习右脚，因为左脚我们应该都差不多程度，但是右脚我们都在怕重心放右脚。我好像有看到我自己左脚的时候，抬左脚我也会这样往前倒，是吗？那就多练啊，身体不要太朝后，也不要朝山上。就是在滑行当中觉得自己是站得直直的，这样是的吗？不是要往前？对，往前啊，你有办法做到往前那就更好，但实际上没有。脚疼，我
这样子很想要回去，就好像去洗澡，然后要等到九点。我们等一下路过的时候看锁了多少，外面放了多少鞋子，就知道它热闹程度。我猜礼拜六就是人最多吧，还有外面的停车场那个车子的数量。对。那你今天有什么预备的？预备什么？去哪一家是？就是我预备了六家都开啊，每天都开了。我的意思不是要晚上五点才开，但是我们三点就收工了。你说先吃再回家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你要先回家再算一次啊？没有没有，这样子比较省。好啊，那我先看一下，再等一下上车，刷刷刷，轻轻轻坐下来，看一下要吃哪一家。有一家小铺小铺，羊肉小铺小铺，但是不是陈皮师汉。羊肉？你可以小铺小铺别的，对，但是它最有名的是羊肉小铺小铺。那就吃啊，很冷。对呀、啊。坚持呀，我的天！然后唯一的问题是，也有很多中文的也讲说这家好，因为它离火车站近。你是说很多？啊、所以有随便吃的也是进来都不是讲，只有一桌讲日文吧？对啊，我说的问题是说会不会有一大堆观光客抢着去吃？没碰到台湾人，很久没碰到台湾人。嗯。听到了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声音，没有听到了。我去啊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像这也是黑黑的一块地。其实老实说，我有点想尿尿。嗯。但是我不想在身上尿，因为我觉得厕所脏，难尿。那还有两次，你行吗？我很怕我尿到自己的裤子上。还有两次，你行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、啊。嗯。乡下有厕所吗？那下缆车站一定有、啊，有吗？有，搞不好缆车站没有，旁边拉面店才有。我觉得可能是拉面店。那你就要走去左边那边，我们缆车站在右边嘛，左边那一边就拉面店。你有没有想尿？那我要喝一口水。我要在哪里喝一口水？下缆车往右那个平的地方喝一口。但是我又觉得喝一口很麻烦，因为我要把背包拿下拿出。算了，不要喝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哔，他哔了一声。是哔了一声，但是他还在录诶。那哔什么？不知道。脚脚。那我的嘞？你的还哎、欸、停了停了。是，你的、喔。停了吧。停了。那等一下就看一下吧。卡的长度问题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那个是128。我觉得是充电问题。也在充电吗？拔下来再插着，它就会红红的了。我趁现在好了。怎么啦？就快到了。拔一下，哎，它正在充电，好，那没事。那你按啊，你按啊。没有，等一下站着，然后镜头插完之后再开，不要它一开就关着。走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好了，那走左边，然后你就想象控制你的速度，不准太快，不准太慢，一直滑很大的弯，然后不准。赶快弯，只准滑线，不要有摩擦。这样。因为走路比较好，可以做这种练习。不过先不要做，我们先站原地等一下，看一下镜头。一小。哦。好，先插镜头。插。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充电灯啊？拔下来。还是他刚那样就觉得他充饱了？他干嘛叫？不知道，我按一下看有没有反应。没反应。他觉得太冷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亮了。
现在这样。现在才开始录，我都还正常吗？有啊，正常。电是满格吗？充电符好，充电符哈。嗯，那就。那我的。看来就正常，就这样。再插一次镜头。好、啊，可以了。它上面开始有结冰了，表示它镜头会越来越不沾水，因为它跟环境同化了，一样的。好、啊，可以走。笨蛋，好，这现在是慢速大弯练习。不要打太大弯的。好。现在不用练习了，现在你就一能见度随时滑吧。对啊，视线不好，不用练习了。有点陡，呵呵呵呵，自己姿势歪掉，停下来。吓到、哦！吓到！吓到！你有看出来很惊慌的样子？嗯，有啊。还往后看。很不平啊，很不平啊，很不平啊。对啊，所以就会吓到。好啊，就是跳跳啊。我要滑这个看看。Thank you.
被解开了，开始用三十秒钟了，因为视线降低，所以很多人会卡在雪道上，他决定解开了。哦，好酷哦！对呀、啊，来擦一下镜头，几乎哪有你的蛮湿的，几乎蛮湿的。本来想说几乎没有，但讲完几乎，你看我停下来，就是我看到水滴了，几乎都是水。嗯，超不哎，还好啊，而且现在开始变成用松雪花吧，因为这里没有绿线那么简单。没有，这边简单啦，如果全都有压的话，你大概从头到尾都咻咻咻你就滑下来了。这是因为是下午啊，路雪乱了。对啊，乱了，又有积起来，其实蛮松的耶，现在两脚都放。对啊，有舒服吗？我看你有弹起来吧？没有，你好像弹起来了呢。好像有呢，第二个吗？第一个没有啊，第一个下面怎么会那么多雪？那就是雪，我的，你看我的，没有，我觉得我的翘起来了，它没有完全合起来，有没有？它有的是硬的啦。好了好了，算了。我怀疑我后面那个是冰棒，因为我感受不到它在摇，然后我压它。好像很硬，错觉。今天还要带水吗？太有不会喝，因为怕尿尿。对对对，但是其实这样喝水有点不太够。对啊。为什么要动？没有，刚刚过一阵就动，需要大。还是最后一趟。这次不是最后一趟，还是这次就不要了？我忘了。这次最后一趟。这次最后一趟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。你还想要？不用了，不用。那我在上面等你。不用了。我相信我的脚也有练到了。是蛮累的啊。希望我觉得我最后一趟因为看不清楚，紧张程度最酸，力气用掉很多、啊。这趟是最酸的，因为紧张，因为看不清楚啊。嗯，是还好。而且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眼镜，你要不要去买眼镜啊？大家就去买啊。但我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好，这种难度我这样也还好。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很快的速度在滑，大概只有那种横仓等级的我才需要再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横仓等级是我为了要有那个速度，但是那种速度之下，那个上下凹很重要，你要身体要能够预先知道说我是不是要弹起来这样。那现在这种速度我觉得没差了，就是身体自然反应就可以滑的。
你看我装满了。我也是啊，没画啊，看起来没画啊。还是它的速度超过你那个、欸，或者是说你手没有压在上面，那个布料离开一点就会好一点。像我现在，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我手靠着大腿的地方暖暖的，所以那也表示会感觉到暖暖的，就表示热烈。我的隔热也没有多好。算清楚这杆子到底几根？十四号。嗯。会不会看最后一个就知道了？我可能，因为我每次都忘记看。来了，车子来了。那会是两点哪一班？嗯，听到了。对啊，我听到了。你有听到吗？噔噔噔，有没有？现在才开始。我刚有听到。你自己看到这个缆车站就觉得我们也要到了。好，这是第十五分。我是觉得过了餐厅再弄就好了。九点多吧。哦，他也在做单脚，不是单脚。这个是老师吗？蓝色的。看起来怪怪的。他在挥什么手？这不是老师，这是在等。啊，走左边。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等一下，清一下镜头。是我在聊天了、啊、不是，好像我们第一组是聊天还是那就在上课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是啊。
什么？很吵吗？就看得出来还在练习，适应。的雪，今天下。边刚有还要往前面走，就是跟一个绿的，我说日本有。嘿嘿。哎，他很这样子在车子那边这样拖鞋，好吗？他会弄得车子都湿。是就是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车内湿不会让我摔倒吧？先滑起来，就是滑进去，还是？好大，好大！转转转，转转转，大一点！车子啊，车子，开车！所以就要找中午开到现在的，一定有。热乎乎的。没了。好，等一下上车再来看时间。哎，这里有15分。上去就变20啊。不用拿，不用20，然后你刚好可以坐下去下一班。好，很用力啊！一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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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，不用了，我那个脚很痛的感觉。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小腿很酸。我们刚刚这一波之前，有一堆人在那里，后来后来变粉了，很粉。但是滑的方法不对的话，我觉得一直在跳。看雾中有一班同学正站在那里。有啊，那一个。站着等老师讲话。我觉得有雪掉在我的，刚刚痛痛痛，有掉在我的雪垫上。但还要先安全帽啊，要先往旁边侧倒，把那个冰敲出来。我看我们那个，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在上面先清一次，会比较好。因为上面温度也低嘛。对啊，包括先清。全都抖啊抖，就板子架在那架子上，两边开始清。
反正那里也是在等车。我怎么觉得是冰雹啊？你不觉得这是有重量的吗？你说声音很大。对对对，颗粒也很大，你看我大腿上。对啊，是那种黏在一起的，是下大雨那种，下大雨，但是下到我们之前就被温度太低被冰起来了。冰块外面也包了一层雪的。我满嘴头发，很难过。嗯。我有毛啊，真的。有可能。是想要上吊的。是是是是。还好，我心也拿了一个。没有很高。五个。声音变小了。我都只有看到车上来，我都没有看到车下去。对，像我们刚刚刚好看到一班车子下去了。下满了这个颗粒之后，你看了、啊，就那么多了。嗯。你也很多哎、欸，你肚子上也很多。对啊，我十月怀胎。好吧，裤裆间也很多。对啊。所以他才要弄。钻进来取暖吗？所以山顶这样也做得蛮绝的。你要进来休息，就给我付钱。我是说，他跟你说这不是休息所。对，他说你要去，不过啦，山那个广东佬那边都不会，那边也算无料休息所，可是你要爬一下楼梯，也不算，也还好。啊、我们照那个速度冲到那个门口。嗯，对啊，冷，应该是还好吧。我是说，有人来了想要休息的，是想要暖暖的地方。那就买一杯啊！刚刚没看到我们卖热巧克力、嗯，可能是基本配备吧。嗯，不喝酒的人是要喝什么？因为都已经很冷了、啊，喝酒喝了以后更想尿尿。他们喝酒会暖吧？会吧。喝酒喝啤酒不会暖啊。不会吗？喝什么清酒什么很浓的那种可能还会暖，但是我觉得喝酒不适合滑雪。而且那种暖是假的，它是让身体放热，它放完之后你身体还是更热，就是原来可以燃烧的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人家不是那个圣伯纳救雪地救人都带一桶酒，应该是有点那有短时间的作用。加速燃烧这样。啊！收工哦，赶紧哦！没有，收工啊，收工。两点半啦、啊！我想回去转一转我的脚，看它怎么了。今天痛怎么样？今天看见棒。我没有听过我爱成这样了，我每一趟都在爱。好了，有棒棒。万一那个高速没棒棒的话，我们就锁在这里练习好了。明天我们需要有棒棒的椅子。嗯？车还在站里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吗？吗？哦，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下去？就在这里啊，没有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加油！嗯，有一堆水掉到我的身上，水还是雪？雪。没有啊？有啊，那台车有声音。嗯，有一台车吗？要出发了。我们还有两班。你以后过了餐厅再放了。不是，我就想要感觉一下。现在又还好。这个人就是硬要去滑那个。好了，到楼梯那边。看到我
就平着推过去就到了吧，不用推了。我是说，速度全都要用去滑进啊。很好啊。对啊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 Get off. 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你说什么？里面有吧？还是没有？先放架子上。这里是冰，太恐怖了。帮我敲工作吧，觉得它那个冰会卡进去，很危险。我把它关掉。头那附近，要不要拿下来？没有，头那边什么？你说上面的头吗？不是，插电旁。插电那边没事。你的有事哎、欸。没事的，哎我。我你换你的背包。这样这样，哎，嗯，放完了，现在变有了。不是，它荧幕亮着，我强迫它关机了。胸口，没关系，胸口算了。博维会跑进去，你脖子里面都是，脖子里面都是。好了，走了。小心滑倒。欸，我的关了吗？哦，没呢。关了。